网红在苏南神歌手安分正公过撕逼影片。中国人气歌手薛之谦凭歌曲《演员》走红，去年与前妻高磊新复合后，随即被网红前女友李雨桐控骗财骗色。薛之谦也反控李雨桐曾出轨，李母更向他索讨5000万人民币（约 2.3 亿元台币）的精神赔偿。李雨桐今又在微博爆料，声称薛之谦的正宫女友握有他撕逼影片，表示任意一条都可以赔了他的星途。对此，薛之谦方面尚未回应。李雨桐表示自己对小三这词相当忌讳，所以选择隐忍5年不谈内心委屈，但话锋一转，提到所谓的正宫何必当缩头乌龟呢，疑似暗指薛之谦的正牌女友被封口。更酸，看不惯那些表面上的深情是威胁和被威胁的关系。他下午发文又语出惊人，表示你们所谓的原配我有他丈夫和马某约俩女生撕逼的证券等等，任意一条都可以毁了他的星途，一个要名一个要钱，可各取所需。暗批旧爱的男女关系复杂，两人的爱恨情仇再度引发讨论。